过去的这六届冬奥会里头，运动员最喜欢的一个跳台是惠斯勒那个加拿大那个，因为那个地方对过有一个著名的叫印第安的神山，全是雪山，哎，那么每个运动员在出发以前都看到那个雪山，感觉自己好像要受那个雪山的牵引去飞行。我们这儿有一什么呢？有长城的遗迹，但是在最初汉斯马丁设计的那个跳台的方向上，我们是看不到长城的，所以我们把这整个方向跟整个国际雪联，包括汉斯马丁本人商量，往北转了20度，就是每一个跳台运动员在出发，他坐在杆上的一刹那，0.3秒的时间观看周围的环境，这样运动员出发的时候就能看见我们那个长城的遗迹了。我们相信这会产生跟那印第安神山甚至是更好的对运动员跳的这样一种吸引力。0.3秒的时间，0.3秒的时间，这能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呢？运动员也是人，因为您和我，咱们都是一个我们叫做生理意义上的人，我们自己的表现极大的受到我们心理状态和对环境认知的影响。有的时候您进到一个环境里的心里就会高兴，有的时候就会抑制您的表现。这一开始就像你上了2个频道一样，我们要让运动员进入那个表现更好的频道。